大家好，我是小坤啊，这是秦皇岛古玩市场，马上要搬家之前，大家可以看一看，没有什么货了，老货现在价格都非常顶。这啥吗？我看看。有个精油，那全品都不卖了。对，精油不错，别说没毛病。这富贵白头小盖儿不错，就在那儿呢，看得着。这300呀，这个。嗯。你要配着他走就800。那你不是一上的，你咋配？我人家这不是给我来的。你不是一上的。这个都别问，这个太贵了。这个都1400，这个也挺好，这个有点小奔儿啊，张嘴。这最近啥价，老板呀？900。有奔儿支持不了这么多。没奔儿我也不卖它，没奔儿也不是1000的东西。没奔儿，对对对。这个最低，最低1200。是，还一对儿，对，一只给人几百，完一对儿，道理是什么道理？嗯，对，是啥？这挺少，这个。拆开卖就卖。不是，这是啥呀？展客。拆开卖300，拆开卖就卖1400。不卖。不是，藏起来一只卖一只是吧？对。先卖一只，小鹏啊，没袋儿，真没袋儿。那标那1000行吗？不行不行，这家伙肚子残太厉害。贵宾馆买的1100的，运费还不算。是，我们是你要就是1100。不是要不都租了？我知道，我也知道，我在那儿卖，差不多呀，900，我这给800都不合适。花瓶不就是？啊，交过来，我不能赔钱。这车小鹏的卖的，黑张的片，小鹏的卖的，那个400。卖30块钱一个。其实他这走焦了吗？这个这东西也不赖，这走焦了吗？我买回来到现在都给你粘成这样了，来老就别动过，也中坏了，厉害了。那你放后边就行了。对，放后边那不那样，对了，下头推到那个，这副里面也不能卖给我呀，这个价是。没买，这票怎么这逼意思？我给你找今天晚上这小冰玫瑰，这有毛呀，这图案挺少的，这图案画的细，打开门，这个老哥买了两件东西，差50老板也不让了，看来老货才能做，东西都是老货，大家都没有理。小铜器，这是押宝的，小东哥，这多少钱呀？没有宝石这个？哪个？啊。那个里边没有石，没300呢。没石还300呢？那买的贵呢。这是小笔叉。我这个先生，我也他妈贵不死了，那玩意儿。小笔叉也不错。嗯。包间可好了，是。他那个我看他那个押宝那个小包间可好了。鞋把子，带双旗的，双旗的是，双旗的几十块钱，双旗这东西不错呀，啤酒花的坏了，铜具，铜香炉，这小铜香炉也不错，出土的，底土有一小颗，晚清民国时期的，底款大明宣，东西都是老货，价格也是不便宜啊，老烟嘴儿、玛瑙的、和田玉的、平安扣、
小铜件、瓷片，你看鞋子罐子盖儿，鞋子罐子盖子都非常不错。小烟膏盒，都是老货呀，不好买呀，不好卖也呀。没有新货，但是不好卖。对。现在老货是不好买，是也不好卖，价格非常顶，低了买不到。感谢大家的欣赏，下次有机会再带领大家看其他的市场转一转。感谢藏友们的欣赏支持。没电了，没电了，没法收钱。